韩某，上海长我就是。姐，别扶着韩某扶着刚枪了啊！管理能力不中，怎么叫苏姐？这派出所人连管理都没有。哎，看这姓李某，你这些都是大队小组的。看这姓李某啊，那边还有个教室，没人管那东，没人看，丢了丢了也没人弄那。有纸吗？哎。姐，站两天那终于坐着了，哎，不是，这客人不大吧？还没吃饭呢这。哎，这真坑啊这。他们是来常州的，姐没饭吃，都是吃泡面喽。姐来上海的第二天吃三顿泡面，这是素质。来给你弄一个。哎，姐。都买点这吧。嗯。哎。